不合适。Everything we discuss is then leaked to the paper. That's not appropriate.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conducted. 如果有诚心，咱们就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If there is,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If there is sincerity o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and we will have. 有些可以建设性，但是创造条件，创造条件。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first. 好。欢迎观赏第十集的台独或武统，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第十集。中美全球瞩目的 G20， 中美两大强权在 G20 相见面。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二十大已经稳定政权之后的习近平，习大大以美国的总统，现任总统拜登在 G20 见面。美国的总统拜登小步做大步的很愉快的跑向习近平，两手紧紧的握住了习近平的手，可是习近平纹风不动，只是冷冷的微笑一下。这就是两个人的肢体语言，显现出这两个领导的见面，美国的拜登总统是比较期待性，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种顺理成章、稳如泰山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拜登总统的这次 G20 的见面。这双方中美闭门会议是总共的两个小时，而美国的拜登总统在副总统的职位时，就是在这个奥巴马政权当总统，他是身为一个副总统，曾经与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有67小时的单独相处的机会，所以两人甚见甚欢，所以相当的了解习近平的个人的习气，就是两个人非常相处的相当的愉快，相当的了解，就是一对老朋友啊，可以这样子讲。可是现在老朋友见面，两边各为其主，就是一个两只大象在对决的状态下，就是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时候到了，中美开战的时候了。听说中美近期在台湾的海峡曾经有美国出动了100架次的 F-16 的战斗机 ，F-16 战斗机远程从美国本土飞越到台湾的台南海峡。而中国派出了300架混合性的各种战机迎接，所以总共有400架这个战机在这个台南，可以说展开了一场追逐战，其中包括中国的战机，包括的各种的歼16等等系列的战斗机，所以是十分的刺激，所以说可以说是一场文斗与武斗的结合。现在在 G20， 习近平以这个拜登总统的见面，双方承诺会保持战略的沟通，如果双方缺乏沟通，就容易误判，就会产生中美两大权的这场战事的发生，世界第三次大战了吧。而且中美各方会保持经常性的磋商啊，而且宣布美国的布林肯会于明年访问大陆。在美国这次的中期选举，可以说对于拜登总统是一个这个执行了总统2年的一次总统会考，在这个众议院之中，已经这个共和党就是以这个川普已经控下了这个众议院，就是众议院的会长到时会换成这个共和党的这麦卡锡，而这个佩洛西肯定就会下台，所以美国也不可能，自从这共和党已经发言，这个麦卡锡发言，如果共和党执行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就不会多花一分钱，就是不肯花一分钱给这个乌克兰的任何的。